你好，点餐。小姐，这可是高档咖啡厅，就你这穷酸样，你消费得起吗？你们门口可没写着什么样的人不能进，点餐吧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平板不都给你了吗？你没手啊？不会自己点啊？自己点？那要不要我自己动手做呀？你乐意的话也不是不可以。你们咖啡店就是这样的态度啊？不乐意啊？不乐意就走呗，这里本来就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站住，把你们经理叫出来，我要投诉你。投诉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经理的妹妹。怎么了？谁在闹事啊？哥，这有个不知好歹的穷酸非赖着不走。麦经理。易总，你怎么来了？麦经理，听说我们店现在不穿名牌不让进了，连点餐都是自助的。易总，误会误会，我替他给你道歉。易总，是我有眼，我就您别生气。像你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，不配待在我们店里。易总，我妹她不懂事，你给她个机会呗。还有你，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关系，假公济私我绝不容忍，你们俩一起给我滚蛋。做人不能狗眼看人低，觉得我应该开了他们的，点个小红心。